用 Apple TV 看 HBO 今年最火的高分剧《最后的幸存者》真的很爽。抛开正版的第一时间更新的优势，无论是解码能力还是帧率都非常的高。HBO 粉丝们，你们应该听说过《权力的游戏》，对，就是 HBO 的剧，无论质量还是片库都远超爱听优。最主要的是，无论 APP 开启的过程中还是剧中都没有广告存在，还你一片净土。实测使用 Apple TV 播放在线流媒体的电影，分辨率可以达到 4K， 每部剧在片名标识处就可以看到清晰度。缺点是不像 iTunes U 可以选择分辨率，反正网速快它就给你 4K， 网速慢可能就变成 720p 了，优先保证视频能够流畅播放。很多人不习惯这项设定，我反倒是觉得很人性化，比如剧中在高潮的部分突然网络卡顿，相比模糊一点让电影继续播放下去，剧情不卡顿，我可能更愿意选择后者。还有就是界面排版， HBO 的分区其实非常清晰，左侧侧边栏很简约，分别是首页，会推荐和你品味相同的人以爱收看的影片，是也区分的电影、剧集、儿童等主要导航。剧集页面也细分了很多类别，每次进入这个页面就会刷新出很多的新剧，很值得探索。如果你喜欢看美剧又讨厌烦人的广告，这个确实可以带来不一样的体验。